最好笑的综艺答题课现在开始啦！欢迎收看《综艺大集合》，幸福而闹，中金上高考，有请大家。今天来了这里啊，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太有名了，哎呦，福地呀！只要你台湾，还红到全球啊！哎呦，只要来台湾，一定要来这边指南宫。哎呀，南投啊，南岛指南宫。哎，南山镇。我们今天请到来宾，我要介绍一下。好，来马国平，林辉煌，啊，金燕珍。你在讲到这个呀，哇！你一摆过年前，哎呦，排队排到你无眉无日啦。对，大家拿了发财金啊！好啊，介绍的，大家来提这个哦，发财金，发财金，排队排到你中南岛排到北岛啊，你啊！哦，夸张了吧？啊，你就等哎，半个台湾哎！我回过来排过啊，不再等了啊！但是绵延10公里，这个是一定会啦，10公里是啊。除了这个发财金之外，你知道这边跟鸡很有关系吗？怎么说？这边里面有一只金鸡，也是金鸡啊。希望来这呢，求个鸡给去摸金鸡，金鸡去摸一摸就发财。等那么久了，好多人呢。对对对，那就送个奖金，我们就跟鸡有关系的，闻鸡起舞。这世界上没有比闻鸡起舞更简单的游戏啦，真的是躺着就可以赚奖金喽！乡亲们要拿红包就是现在啦！诸位，诸位，哇，你看诸位帅气吧？花名春风啊，你好。诸位贵姓？毕竟庄庄庄老伟，庄秋安，庄秋安，庄秋安。马国碧，是你今天要你要告诉你为什么主委啊，每次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领那个钱母，你知道吗？谁急件？丢，而且还有借发财金的嘛？对，都是多少钱？因为最多借600块，600块，600块。曾经有人发达之后还了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最高300万，300万。哇！他那个借的总共600，600就借出一年有借出4亿，对不对？对，4亿，4亿多。借这么多，600借出了就4亿，那一人，还的钱不论多寡，但是多的钱通通去做公益了。对，我们对有哪些公益？就是我们主要就是跟就附近的学校，啊学校，整个珠山镇的学校的学生的学杂会，还有家长会什么会，都是我们主南宫来。哇，好棒！可以读书还不要钱，都是完全免费，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。对像这个庙才会越滚越旺啊，对呀，信众会越来越多，所以马国碧你要好好求，要怎么求，诸位要怎么求，你要跟土地公求啊，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，啊就要做事业，这样知道吗？这样知道，那领了600块，是你过几天发达变6000万啊？那过几天变6000万？过几年了？哦，过几年你要这样还还愿没有问题，那这样了哈。是，所以知道这个很多钱呢，其实回馈社会的哈。那今天我们也要好好加码一下给乡亲吧，来胜游戏啊！有。来，我们欢迎第一位文静起舞。来，文静起舞，第一位挑战者。欢迎，对，小姐啊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是指南宫义工吗？没有，我是来住这里的。你每年有来这边排队吗？有，排好久。真的？有领发财金吗？金木屋。哦，所以事业做得很好啊。没有，我在医院上班，我是看护。哦，你是看护啊？哦，也保平安啊。更伟大了，更伟大了。所以我说神给你需要，不是给你想要的嘛。对对对，最重要的啊。还好啦，大家都平安啊。你想要玩游戏吗？好，想。今天不是如愿的吗？啊，不是神给你，谁给你的？对啊，但是这个游戏有点困难哦。对啊，而且他的话要怎么给那个红包价钱呢？对，这个红包价钱呢，也他的身材，我看一个300块好了。300，那大概抓个5、6个而已哦。对啊，30秒嘛。哎，试试看。来，那你加油了哈！加油！来，哎，准备好，加油哈！一个是300块啊。哎，你要不要先试一个？现在来，起立。哪一个来？起立。加油！闻鸡起舞。很吃力耶，太残忍，一个500好了，改500了，一个改500，哎，一个来一个500，好，一个500差不多了，对了，辛苦啊，对了，这个强迫他练了，他会不会是演的？演的啊，不行，你在土地公面前演是不行的，不可以演啊，对，不能这样演啊，像我们就很真诚的，不演了，他真的满头大汗的了，来，500哦，一个一张500了，一起丢500，预备，30秒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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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起步了，起步了，累累累累，好辛苦啊，辛苦。哎呦，啊，红包不好赚，不好赚。啊，看你的意志力了。对呀，啊，你要忍又生了啊。哎，腹部会酸痛。我看，我看，你够拼了，够意志力。把他抓成这样。对对。可不过蛮感人的啊。对呀，很认真，很认真。就民众自己要运动练习啊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2500块。哇。2500块，那朱伟朱一千块好了。朱伟一千块，发财经握手一下，握手握手啊！看看他的财气啊！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制作单位1500，谢谢。还没，你的妈妈贵姓啊？我姓唐。姓唐哦，你在医院待多久？当过4年多了。看护是吗？看护。看护很辛苦啊。看护非常辛苦。还拿名片给我们呢。医院的看护。对啊，如果以后有需要的话。董哥，你比较需要啊，辛苦你，辛苦你，谢谢。下面一位，好，所以我们有这种人怎么办？阿妈，阿妈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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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打住，快打住。阿妈六，阿妈六，你不移动，你不移动。阿妈在家。阿妈阿伯啊。假金弄破哇！太假金了，太假金了，招人啊！哎，我咱家人，他上哪来家？哟，咱家订好哦。哟，几点来？哦，我8点就来啊。我两个蛋糕糕。你吃？你吃中大不？有，有多吃哦。不错，啊，你吃少摆吐呗。我无吃得了哦。无吃得了。吃一半尔。对啦，吃一半尔啦。啊，你蛋就久了就啦。有啦。有啦。今年7月4。7月4啊。你看一包偌济钱较好呢？我唔知了。拄只迄个是500，你看你感觉你72岁要几偌济钱？我都你唔知影，无唔知啦，无共款啦，我都数数看尔啦。数数看哦。你有工作无？你有工作？你甲上大？我甲阮翁老阿做呢啊。你翁老啊？哎呀，阿张张过啊。哦，你翁过呀。听你来要来，安尼就装来接顶后你呀。你哪个老？我接你哪个？好，你好。老啊，老啊。接我呀！那接我。少年呐。是少年。你好，你无好啦。妈妈。好啊。老啊，你哪个？不管吼，做阿个。嘿，我都总管就不管嘞。安尼一包就2000就好啊啦。啊。收这吧。收这啊。安尼啦，唔呀，伊72岁，我有觉得身体不错。对。有咧进餐无？无啦。要照顾人咧。有啦，你有老婆。你有囝无？我囝拢。不拢起得起啊！啊，起得起做工啊！啊，就是即摆吼，足可怜，我关翁关到200几桌，200岁吧。哦。即摆甲带去啊吼，为着你要来，我是欢喜安尼甲带去食人啊。啊！你讲干的哦！你讲你讲干的，伊那体格。无啦，伊个。加加咩？加到位。加啦，无啦，台北是台中。无啦，因囝伫外口咧拍拼啊。是啦。即摆纯伊照顾因翁。随时血血哦，阿都200几。收官啦！今仔天气遮热哦，阿想为算算已经等于照顾啦。哟，已经算已经了。好啦，继续注意啊。对，这个哦，72岁，咱一个500，可能会提5-6千，咱三个平均分担嘛。好，咱三个，应该来辛苦啊，照顾因翁血啊200几，搁等你边都无人插伊啊。有惊人嘛？有人照顾。你紧做啥去照顾恁翁？哈。好，来一杯。听你咧，哎呦喂！你做个哎，哎呦，10几个，啊，10几个啊！啊，10几块，哇！上看麦，他避免呢，啊啊！他刚起来的时候，你脸色变了呢。没有啦，我觉得他一路入境啊。对啊，你好不入境呢？早知道就不要倒数，你倒数好快哦。好，那省姐啊，来，请麦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哇，7，哇塞，哎呦，9，10，哎呦，10，
四十五十六对，一包五百哎，五百乘以十六，八千块，八千块哎，八千砸破底。恁平常情况要七十二岁啊，那么不过你一个回三百嘛，是啦，你还讲嘛，我把个照顾影响讲啊，这可怜。对啦对啦，啊，伊个动作咧叫都卖，赶快叫伫个遐咧。对啊，啊，都根本就一贴来起来足好诶。来来来，安尼啦，你三千，你三千，我两千啦，安尼啊，好来。安尼拢总八千啦，三千三千啦。谢谢。千啦，就八千啦。辛苦啦，没啦，都乖吼，做人嘛袂歹，阮主任嘛袂歹，大家都照顾诶。好啦，主任也袂歹，伊啊人还好啦。没啦。我讲你已经照顾你阿奶。好啦，不要紧哦，你要来，我再不要紧啦。你等几天哦，我回，我给我们大家看一下。啊，其实他有在动，身体才会健康的。对呀，如果没有动，都生病了。清洁还要打扫，还要。现在没有八十岁不要来哈。哎呦，你好，你哪来啊？你要找你某，你某对阿邓去呢。陪你梦呀？无啊，该好，我无娶啊。你无娶我？我头。你现在无娶某？我家己一个伫厝里啊。你一个伫厝诶，足无聊呗。无聊啊。有朋友无？有啊，朋友真侪哦。平常是啉茶拢行去哦。诶，早时拢啉茶啊。你讲行去哦？行去无啊？家己。啊，你做啥物股咯？啊，做啥物股咯？我咧早时拢去伫食饭做啥？做技工。技工啊。做志工啦。你一个人住啊？啥物人煮食？顶到是伫社区食，哎呀，没呀，没呀，暗时，家己煮啊，家己煮啊。有常常咧办这个活动，你有来这吃无？有啊，有啊。我今年九十一了了。啊，九十一，九十一岁，怎么可能一个啦？你九十一岁啊？你九十一要升职？我可以啊。啊，你有法度啊？你起来了？哎，有啦。仰卧起坐。你身体状况未歹嘛吼？哇！我这两天我感冒，这样较歹。他说感冒，你我感冒嘞，较歹。感冒安尼哦。啊，你平常时有？感冒会影响成绩，又不更好啊？你最近无搞七啦？无啊，要打架，我这只啦，我打架。啊，无你平常你袂唱歌 ？KTV 无？介绍一下啦。哦，介绍一下。介绍一下。歌法有没有？老人要老人要朋友，不仅是同性异性的朋友，朋友还有啦吼。那我跟你支持一下吼，安尼三十秒一个哦，就九十一个要怎出啦？对啊，这嘛是啊讲五百以上。七十二都已经放到八百。五百一个，五百一个，九十一岁。我是六百。六百一个啦。哦，好啊。一千啦。一千哦。啊，你跟你画。阿妹，你袂歹势咧，阿妹。五万一千。不是啊，你若一千，你若摕到万二万三块，要创啥？家己的生活啊，我家己都拢无咧谈了。你也无够七啦，要用遐侪钱。哎呀，七啦嘛够一半的啊。哥，我叫你介绍。七啦嘛先介小姐，安尼好啦，你六百啦，六百啦，来，阿弟啦，阿弟。这阿公91岁，一个人一定很孤独啦，希望能交到朋友，对吧？阿公很长寿啊。阿公贵姓？谢哥。谢哥，你有希望交到女朋友遐？无啊，我交啊。你有希望吗？有，你敢要？你敢要给他介绍？我尽量啦。来一杯，一杯。加油！徐老先生91岁了。动作搞起来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不再搞三 A 哦。对，算干嘛嘞？哎，真的很棒哎，很厉害，90几岁可以这样做。你这么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哇、四、哎呦、五，跟阿妈刚阿妈一样。七、八、我往下。九、三、按你六千哦。十一、十二、
13、18嘛，啊，你给送几遍啊？给送几遍了呀？啊，给送几遍了？给送几遍？你要求公开验票？还有这，他怕你这个少算，你干了，都应该有了。他省你七千八百块了。啊，我来接送几啊？啊，接送几哦？你要靠你哦，是哦，那安尼哦，你别安尼省呀，你靠念嘛？你靠念。阿公，你真趣味嘞！打的十多万了，7800，就抽到8000呐！哎呦，200块你怎么找啊？主委4000，你2000，我2000嘛，就8000呐。你也8000嘞？可以哦。来，金秘书，来，谢谢主委4000。谢谢庄主任。阿公，这有2000，还有2000啊？阿公，这个，这个2000。你要快乐呢？我要尽快乐。我很怕老人家一个人孤独啊，我家里有小朋友的，应该回，要常常回去看老人家。对，有一天你也会老，你也不想孤独啊，啊。对。啊，你不看起来蛮乐观的。你不敢，你找不跟他讲话哦。那是打，这台这台。对，过去讲嘛，过去讲。电视的。有啊。我讲了，我考出来。没啦，真啦。没啦。你那我唔叫咩考？我真系考了。要紧啊！你有受什么委屈？跟你甲查甫囝讲，希望你定定转来看。希望伊定定转来甲你看呀。对啦。哦，你几个查甫囝？三，拢无转来甲你看。有啦，有啊。啊，你讲啊，那会考？有考的话。我先就就考。卖想啊！你讲就好，你讲就好。袂啦，免看镜头咩？你讲啊，查某囝，来讲。我诶，饲着只查某囝，大家真幸福好啦。嗯，我见来只安尼办活动哦，我嘛真欢喜。哦，即电视不是看啊，本人是唔捌看诶吼。见头一摆的话，我足欢喜安尼啊。哦，而且大家遐查某囝，大家免搞烦恼吼。我家己身体，我家己会顾吼。嗯，希望查某囝有闲啊，转来看爸爸。哎，这老大人伫家呢吼，你有闲啊，转来看。对啊，对啊。你是查某囝？我是镇长。哦，我有他女儿。镇长，来，黄代理。我这里也查见了啦。丁丁，你听到这句话感动没？老爸晒吼。会啦，啊，休困了，等下看爸爸啦。这个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，都忽略了自己亲人。爸爸一个人很辛苦，但是嘴巴硬。都不讲，嗯，你刚才讲女儿眼泪都流下来，真的啊，对，对，嗯，我们还等什么呢？今天扮演女儿来扮啊，谢谢，刚刚你找找朋友来解剖，爸爸我爱你，来找一找朋友，找一找朋友，爸爸来，先找朋友进来啊，啊，你欢喜啊，来，先找朋友啊，啊，这是这是我给你介绍韩国的妻子啦，韩国来，韩国来，今天这里，真的。你今天欢喜哦？有啊，真欢喜啊！虽然父亲节够炸，但是祝你父亲节快乐呢，好不好？有啊，快乐哈！谢谢啊，镇长你好，你好，是啊，哇，竹山镇有没有要先介绍一下竹山镇？啊，这个地方介绍给我们去过。竹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它有很好吃的番薯哈，嘉安吉配德顺林后得过来紫兰宫七头。对啊，这个地方好山好水啦。那我们今天有带一些礼物，这是什么？他们赶快上网啊！对，这就是我们竹山山林系好茶。哎呦，我们的背包，精美的背包，你看，精美的背包。这个方便出门方便，谢谢展杰的展啊，这个送给我们相亲观众朋友，刚刚上网了，谢谢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开放情侣组的有没有？情侣组啊，我们情侣组要干嘛？哎，能情侣装哎，情侣装哦。你们是夫妻还是情侣啊？哦，认识多久了？一年多，一年多了。哦，几个小孩？还没。喂，不是，我是以后准备生，怎么能生几个呢？以后准备要生几个小孩啊？要问他。问几个？两个。你看到没有？有计划的哦。对呀，有想法的。我们要加这个单元，接下来加强男生的训练，怎么样？腰部的训练。好，我请这个中示范一下。郭忠佑跟严小云示范一下，好吧？怎么样？示范一下，来。哎，小云，中佑，小云，来，你们用一个特殊的姿势，要下去之后捡到红包，粘到他背上，背上最后我们统计算几个红包。好，预备。我要称一下重量。我这个我一个都起不来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一个了啊。哇，这个两，哦，这样有两个了。都快了。小云换边嘞，换边粘一下。这个姐姐是练的。有，好厉害。哦，有。
你看，我们不能帮他扶，他能粘到多少个是多少个。真的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算他几个粘住的。哦，刚刚还有两三个是你们帮他粘，待会没有人帮你们粘了啊。一、二、三、三，好，四，好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九张。所以我觉得一般基本上粘。十个是没问题的，对，所以一个200有2000的呢，那也是200，200没，对他们来讲，年轻人，那我们就请就位了，来，好来，预备，加油，这对情侣啊，情侣档，好来，跳起来了，好往下了，好拿了就起来就粘了，速度要快啊，距离，哦，我贴好贴好哦，有感觉到贴到才有哦，哎，不错不错哦，半蹲的方法，哇，这男生给练腰力，有男生完全在练。等一下，我你累吗？我要洗，要洗，没动，要洗。穿怎么了？穿干。头怎么了？头怎么了？起来就撞一个，差不多撞一个。又就这样了哦。这样，这样。你看，先这样拍一场，来来，我本来要干嘛来啊？这个小跳，为弟弟要弄用，能不能开？能开。不过你看我苦一把。来，我一。二。三呀。四。六七八，哎呦，九，哎呦，十个，十真的十个哎，对，不错啦，对不对？2000块年轻，他才几岁？三十啦，他有三十啊，三十岁了，能扛？我上他过。哎，你平常没有在运动啊？很少，很少啊。对啊，他运动。来，我们自己，来呢？要运动啊！1000，一千。诸位1000了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这组一共2000块钱啦。谢谢。啊，谢谢两位。好好练身体，好好练身体。对呀。啊，哎，还有吗？啊，这对啊。人家那个30岁都不行还可以啊，你有练吗？几岁？我17岁。17岁，对。念什么高中？水里三公。水里三公啊？对，在水里啊。我们是体育班的。体育班的，对啊。体育班。那你也体育班的？划船。划船划船，那你呢？蜻蜓的。蜻蜓。可以的，腰力也要练。对。来，请就位。好来。哇，你要好好练哦啊！预备。同班同学。上。水里的。好，比赛开始哈。体重你这么敢叫他出来？对啊，我真的佩服你啊，年轻人。而且你一路一直踮着脚一直往前的意思呢哈。他光听到声音，他的表情就不对了。冰，我的太瘦了。男生，尤其女生都揉成那样很难粘呐，对，没有面积粘的嘛。一个，两个，三，四。9个，掉了2个，1800，赚2800，那凑2000，好了，凑2000了。辛苦辛苦，有没有受伤？你有受伤吗？没有，还是腰已经痛？不知道，回去才知道吧。你知道你回去看博主，你是抖到什么程度吗？不想抓。谢谢你们两位。大家都有发财经啊！我们艺人也要开放2个名额，有没有？真的吗？可以吗？董哥也要玩了，我也玩了。那你是谢欣，不一样，你报他一个给300啊。真的吗？300，还是你抱我？神经病啊！我抱三百啊，东哥，三百啊！小心啊！对，力量啊！你们往前点。好，来，董哥来了哈！慢慢下，慢慢下。好，下。等一下，粘好。我在找位置。
医生看了，他真的嘴唇发白啊，常常嘴唇发白啊。董哥你还好吧？哦，还好。嘴唇发白了。要腰眉在练，对不对？这个腰要很有力，真的。对，要练腰力，因为深蹲要练的。对，你都没练，不能被带走。这个腰力真的很够啊！而且没有，你膝盖会很酸。我来数几个，数几个来，来一个300嘛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因为凑不到1000就取消了啊。就取消了啊！我们都是五百多1800，那你就凑200变成2000。那是观众啊，2000，那个是观众啊。我们就说你是主持人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100块不行，到底钱花力啊，破坏原则啊，没有人要取消了，没有办法，所以他白忙一场啊。土地公给，你就公给，土地公给，你做公给就做公给就好。土地公给，哦，来来来，土地公做人情，土地公做人情，对对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求着发财精准的好多，原来指南宫这么灵验呐。接着来玩个新游戏，我最摇摆，怎么玩呢？让瓜哥粉和你猜。接下来进行的我最摇摆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今天这一位是主持人证明代表。好，证明代表。张彩珠。对，你好。楚珠，哎，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话吧。哎，今天是综艺大集合，对对，来到我们竹山镇社寮里的指南宫这里，是玩了加码的啦。哦。希望透过这个节目，能够把我们竹山还有社寮指南宫推广出去，让更多的人来这里上香拜拜。是，其实发财金代表太客气了。嗯，这里啊什么都缺，都不缺人呐。对呀，光那个过年节庆，这里塞满车都没办法进来啊。大家你看，这里是光厕所都7星级的。哇，很漂亮。你可以在里面，你可以在里面刷牙、漱口、睡觉都可以。而且里面有喷水池。对呀，台北喷香水的，所以要多多。让全省的乡客了解一下，都来这边。是，对。好，我们现在进行我最摇摆，就麻烦证明代表了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派出两组，一个是示范会成功，一个示范失败的。哦，你怎么会确定他一定失败呢？啊，一个示范是由你跟董哥一起示范。哦，那我就确定。你不要看不起失败，我跟你讲，失败为成功之母啊。哦，你要叫我妈了，我跟你讲。哎，叫妈。哎，说不定你成功，他失败了。真假对呀。对，我们先示范失败的啊。好，失败先来，来妈妈来，妈妈。其实你荡过来晃一圈之后呢，能定点着陆，不要弹出去，就是成功1000了，是很容易了。好，来预备，好，等我最摇摆，我们的失败组，失败组的示范。失败，你已经尽到责任，错的，这是失败的，来成功的，成功的，成功了，很轻松的，你手套根本不戴，属猴的，哎，这个当然是习了，这个有1000，再提成2000，没了，不一定，慢慢往上，你在那搞嘞，在拍供哎，在拍供哎，没一定行光哎，女生就不一定能成功啊，对啊，来谢欣，来。女生也可以来挑战看看了哈，但是我觉得荡一次不能直接了。好，好了，上杠了，荡一次。OK， 好，可以跳了，上去，成功。好简单的哦，对，很厉害了，所以大家都很清清楚楚的。好，来金元珍，哦，这高个儿，我放2层来，两层啊，要小一点，我们试试看2层的，2层这个就2000哦。OK， 示范2000的喽，好，预备。你打好轻的，很轻张的啊。他脚就快到了，你看，上一次。再用力一点。好。他好像猫。我们还要玩这个游戏哦，给我们送钱的嘛。这个，看来送钱哦。下面一位。哎，大哥哎。大哥住这边吗？啊，住这边啊，做什么？住民间。做什么吃的？不是电镀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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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刀呀。电刀呀。民间有人特别请假过来的，特别请假过来。对，你应该有40了吧？我40杯，40杯，哇，这个做的是差不多嘛，差不多了，年轻人啊，他的体型他跟我们不一样哦，差不多，没有，你比较精瘦，他比较精壮，对，比较壮。讲清楚，把话讲完。他比较拥有就是壮硕的身材，对啊，那请就位，预备，好，这位大哥看似有机会。电镀大哥，哎呦，五个了，这个很像，哎，飘飞，哎，行动，还不错，哎，第二关，哎，几千块五啊。
我们这游戏刚好服务这四十几岁的年纪差不多。中壮年，哎，中壮年来了哈。来，去了。电镀大哥，是哎，他好像电镀大哥第三话，准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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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哎，两成功满分，变平了哈，该机会哈，电镀大哥加油哦。因为，哥哥加油。哎，用力的上，轻轻的降落。电哥加油。嗯，三成四千哦。哎呦，哎，你到四成怎么跳？四成应该没办法，没办法爬了吧？你们对对，看能不能有巨浪快点了，加油了！好了，来看看这个挑战三成哈，切入的角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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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下来。好可惜哦，已经跳了，机会耶！会过，你是会过的，来，再一次来。好。然后已经上到第六次了，还有力气吗？二大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好，请下来，小心小心，对哦，站站站，我搞我搞我搞，好好好，哇，那细青蛙，什么？再往上就六千了，越来越高喽。电镀哥，这个已经。角度已经这样了，他因为体型够，然后他不会太高，然后身材够瘦。瘦，嗯，好，来再加一层。好了，压力已经近六千块。因为这个四层很高了，对，六千了，不容易了，银河非常困难了。好，已经荡了八次了啊，手有点酸了。变成绩最好的一位啊，电镀哥加油，对，再荡到。加油啊！这个很难啊，我觉得六千都有点低了。对，这四成六千有点低了。华哥要拍胸脯了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小云提醒你哦，不好，不要这样，拍了，拍了，拍了。我们走，我跟着你来了。富姐也在啊，加几千啊？加几千啊？六千加几千？七千，不够。我不够。八千。八千，可以，要八千。六千加两千的八千嘛。八千，好来，八千。瓜哥，来加码两千了，加两千的啦。加油，有机会啦，我觉得你有机会，因为这个困难度相当高，非常。除了腰力、个子各方面、体重、体型，对，轻过的点，过的要到甜蜜点呐，才能够对。甜蜜，甜蜜点。甜蜜，正宗的甜蜜点。甜蜜点，好，这叫甜蜜点。对，什么地方都有甜蜜点。对啊，就是你最安稳的地方。因为你要保持平衡度啊。好，电镀哥，电镀哥加油，甜蜜点，电镀哥加油，甜蜜点，电镀哥加油，甜蜜点。好，这次办得到的耶！谢谢瓜哥。哇！快！好。看他跳的，那骗钱啊！你赶紧演响了。够高了，够高了，这跟你身高差不多了，也就是你荡过来是要非平行道路。你现在已经有八千了，加一万二，好，来请上来就一万二啊，好，快，好，来，加油，他不要。它的落脚不在甜蜜点嘛，对啊，而且落的时候重心要往前，你马上要挺腰，它难了，因为它这种角度进去，所以要同不可能的啦，要挺腰，嗯，所以奖金要高啊，真的，对啊，一万二不够是吧？一万四，满四，一万四啊，电镀哥再度挑战。最后一次的挑战，加码加到了一万四，还是在前面落点。好，谢谢。困难的，太厉害了。OK 了啦，有八千块，八千，三千，三千，两千嘛，没有错。三千，这个是代表了啊，握个手。对，大吉的三千，大吉的三千。
你鼓励2000、8000。谢谢。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哎，高手高手。这要有勇气，还有那肯放手。对，而且放不下去了。嗯，还有不怕高，要不怕高。对，这个一定要个子矮，太高没办法。像我这么高没办法。拿，不要小看你自己。啊，是吗？是有机会的，很多都差一点点。一层是可以，那3层、4层谁？你可以挑战2层啊。哦，那摔死了。来，这样，我们就想看你摔。干嘛？是谁？我。来，2万。哦，你哎，他不想是拿错，是2万，是4层2万，2万去哪啦？4层2万，你不要开玩笑，讲清楚，你还考虑啊？哎，你我们答应，那么我当然答应，但是我要让知道，讲出来，等一下，你要想清楚，你压轴，我要走4层2万，我说话算话，你一定要说话算话，我1万就好，1万，你排2万，那你等下先。4层呢，我1万就好了，1万就好了。你早上有练上？没有。等压走好不好？好。你是1万，1万就好了。你2万，好。他如果1万过了，后面5000就好了。我先走。小姐，等一下，哎，你们慢慢来，不要急。4层呢？4层哎。4层，你们不要这么喊呢，不要乱喊嘛。我们观众来，下面。来，这个身材，你喝醉了。你为什么一直在乱？他跟大家打招呼。你的大名是？我是钟玉，我叫钟玉涵。钟玉涵，对。怎么叫钟玉涵呢？我不知道。钟玉涵呢？是举重选手吗？不是，我不是。你是？我是那个蜻蜓的。蜻蜓，就一个人吗？水上运动的。一个人吗？对。总是背力可以了哈。没问题。他这个有可能过4层呢，他这个身高。腰力也够，他腰力不够，而且他没在玩这个桨，他背力也够。好啊，钟小妹妹对不对？对。来，请就位，加油！我们开个票。李贝，1层其实1层都多练了，多费体力，要不直接2层来啊？对啊，直接到2层来。直接好哎，浪费体力。2层啊，年轻人嘛，大家充满1层太侮辱他了吧？充满自信了。好，2层就2000嘛啊。对啊，说不定会跌倒哦。就这个好处，哎，看到没有？他可以慢慢爬，只要没掉下都算，直接就4层了吧？三层，你干嘛直接跳4？吓的，好，3层4000哦，4000，耶！好，3层有4000啊，3层就不容易了啊，很厉害，有啊，荡很高哦，哎呦！加1层，来，加油！我觉得这个有，他会过啊，他是会过。哎，刚刚那个人4层有过啊，没有过啊？有啦，他是5层失败。刚刚那是5层啊？对啊，刚刚是5层，所以他4层是8000没错。那就一样8000啦，一样8000啊，8000我不要花8000啊。对啊，那这样花3个就2万多的了。不会啦，他每个都过啊，不一定啊，这不一定的嘛，很难讲啊。6000，那加码2000的。8000哦。对。哇，哪个？不要乱讲啊！对啊，8000嘛，8000啊。好，在讨论价钱的时候，你休息够久了哈。说谎，你学特技的嘛？没有，他不是学什么？你刚刚说蜻蜓，他说蜻蜓，我还学蝴蝶的蜻蜓。你们每次都是一次就过了？没有，他学特技的。他没有2次的，就一次就过了。他根本就可以顶缸啊，倒立啊。现在就学特技的啊！等一下，我们连第五层的时候，你跳上去，然后再倒立一下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没办法，做不到。第5层要怎么加？对啊，就总现在已经懂。总哥要加多少？加多少？我到我这边来了。对啊，你那么想加的话，你一万，一万二嘛？啊，一万二啊，一万二。董哥1万啊，听到了。好，所以董哥再加4000嘛。我加4000啊。那你喊1万2了不是吗？好，那讲1万1万，来，1万也是要加2000呢。我对，我就加2000嘛。好，他加了2000，我再加2000。2000我会，两千我有嘛。看，啊，我还要。有，他刚刚都有了啦。3层就加了。我还没讲话。都在省，都在这。我们重来一次啊！你说2000，凑2000，哎，我再加2000，1万2嘛。对，你同意吗？同意。那你紧张什么呢？还紧张？我还要加。代表反正站在这边的，一直站在这边。他一直在我后面。他两个人站后面去，
他因为我躲，他躲我后面，我出了好几千块啊！我只是回头，我还要出吗？还要。你加到两千，一万，一万。我加了就是一万，一万八千的。我加两千，一万二。你同意？好。好。加油啊！大家这么爱护你，加两千一万二，代表说不加了，就一万二了。陈有没有机会？身材大，瘦小儿啊，瘦小儿啊，瘦小儿啊！等一下，我刚刚摸他啊，皮肤都烫的，已经快中暑了。你摸都烫的，烫的。皮肤啊，哦，真的休息到会中暑了，休息吧。没有啦，人家是暖身已经足够了。对对。而且哪有参赛者失败，你两个连在机场耶？老呢？可惜啊，机长。再一次不是我，可惜怎么钱花不出去？你看，不是再一次，再一次是要代表同不同意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再一次，当然了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好，后面不给机会，等一下会受危险。对，那个小李飞刀了，小李飞刀。小李飞刀。汤包，汤包，你怎么叫小李飞刀？啊？他叫小飞啊。小我穿反的嘛，穿反了，你在故意这样穿，你会反，你会不会广告太凶了？冰室里在后面，我是摄影杀手，跟叶比正面好怕。啊，那真的，这倒是真的。你要加多少？我加一千。前面拉给了进来，我加多少？他这广告这么大，不加。加两千，两千，两千，我也怕了，不好。他过了你才会加，他过不了的，放心。看到没有？你加两千，一万就给一万。你加两千，一万二，来就位。哎，跳回，对对对，跳回你啊！他是我找来的赞助商啊，帮你同事，来请就位。我要找到一个赞助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，这次啊，不要辜负乡亲对你的期望啊！谢谢我们赞助商，哎，你边开，好，好不好？要小李飞刀啊，谢谢你，又打到广告，好嘞啊，对对对，谢谢谢谢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来，一共是八千呢，八千，八千，三千二啊，好，代表三千，对，代表三千，给代表来，恭喜，代表三千，谢谢，三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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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六千嘛，对对对，那个赞助商走了，你有带两千吗？有有有有。秘书，两千，皮包都来了，皮包都来了，有带钱吗？家都来了，有带钱没有啊？现金不？现金不？没钱嘛？我有。啊对对对，千万不要，我来了就，赶紧带了。好，来来来，来，来，你来，你来了，来，进来，进来。这是我赞助商哎，你还眼神这样，不要得罪我赞助商啊！没有没有，来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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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精彩哦！哇哇，你这一段也很精彩，是不是？你有点精彩，哎，我刚刚记错了，他们是五成的，你要挑战五成的啊？你刚说我四成两万呢？四成哎，对啊，没有，我们四成可以先一万嘛，然后五成两万。四成一万，刚刚他觉得很容易耶。对呀，容易啊。那么刚刚 B 哥，我愿意赞助你，等一下 ，B 哥，你四成就一万，通算我的。好，你不用赞助商，都我自己来，真的假的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就位。加油！马国碧，我愿意赞助他，要努力工作哈，我们要分点奖金给他。马国碧，我跟你讲，一万哦。来，给马国碧加油！来，预备，预备。哎，什么？诺丽果？啊，诺丽果来来来，好，哎呦！你听到什么？你是卖诺丽果的？人家刚刚叫我的名字，不能不访问啊。有吗？你有这样叫？花哥，董哥好。卖诺丽果对不对？对。他今天再来赞助。诺丽果好。对。五千呢？他赞助五千呢？你听人家讲话好不好？也不够嘛，六公五千。我赞助六盒茶包，可是我们今天还要中一大集合，
全员如果到我们那边适合八折打八折，今天八折优惠。哦，有赞助了，六盒，手牵手背后下毒手，你是赞助六盒吧？茶包，好不好？我那个去感觉。对啦，我八折优惠。弄你鬼！对，你不是赞助厂商吗？是你有赞助啦，六盒啊，赞助啊，赞助啊，没关系，啊，妈，你站回去好吗？所以今天没有赞助，现在没有赞助厂商了，没有了。什么？董哥多少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你是有幻听有了？一万呢？李哥，李哥加油！好，瓜哥赞助一万块给大家。好，四成的一百块，有啊，上去了！加油！你还说你没练，现在这个像没练的吗？你觉得他没练吗？我觉得他是因为练过，他今这个是意外的。没有，我可以再挑战五成。你要多少钱？这个是一万了吧？五成两万，没有过变五千，你开个价。好，怎么样？好 ，OK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拿完一万就好了啦。走了，自己想清楚，没关系啦。拿了一万就好了啦。两万，拼了啦！拼两万了啦！拼了，五成过两万，没有过变五千。好，五成，那再想清楚。OK， 不要说我凹你。好 ，OK， 拼了。好，拼的哦，各位观众。大力抽了。对。但不觉得五成？哎呀，没有成功。讲出来，讲出来。哇塞，两万啊！你瞪眼干。两万啊！两万哦。他没过是五千啊。可以让瓜哥找赞助商没关系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不用赞助商。刚刚诺丽果他根本就赞助傻包的。没关系，不需要，我独家提供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让我下去吗？可以，加油！好，我们加油！加油！哎，把握啊！你只有五次机会而已啊！两次了，好，两次啊！你看小孩子已经受不了，两次机会，小孩子受不了，晒得受不了。好了，此段我们摇摆。我是这个是我们当全国观众，你看小孩子受不了。加油！过关两万，没有过五千。有我们瓜哥独家赞助。机会有两万了，独家提供哦，好，准备，加油！最后一次的挑战，请丫丫经过，跳远一点，跳远一点，一个拿到三铁了哦，对，所以你腰力各方面都很好嘞。对啊，对，体能不错了。不是三铁那个，到现在也好久了。我们在那边也要开能差帮你。一二，来差一万八。好。没，我今天我会给他，我会欠他钱吗？是啊，我有欠你钱吗？是没有，可是那上次是你叫你的助理拿钱来，你助理那边会有啊，你助理在那啊。他今天没带那么多，反正我不会欠他嘛。是啊，那我再把我的账号传给花了。对对，你给他讲。啊，先退一局嘛，对吧？谢瓜哥。你们这些要讲清楚哦，我什么时候欠过你们钱？有欠过吗？没有欠过你们钱吗？没，不算欠呐，就是讲清楚，没给，不算欠，就会好了，就稍微凹一下，哦，当下了，当下没有欠了，其实没有欠。你要讲清楚，对，我有欠过你们钱吗？哎，没有，要不然两千欠的话，我再汇两万给你。不要，能拿就拿。对对对对对，能拿就拿，两千我拿。我相信瓜哥不是这种人。对了对了，大哥啊，我会跟，不会戏言，君无戏言。而且会跟花安讲好，就是一万八就一万八。不要多会，而且这都录影存证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带不掉的。哎，你不要那个村长，谢谢啊，村长。什么代表啦？没有名字了，你的手机是不是乱了？用工作。
你没看他表情，中中木杠跟贵团工都错。我只是代表回去洗洗洗啊，硬黄皮能蛮可以。你不要乱谈啦！哎呀，你要搞这些呀？对啊，都是。不然啊，你够够货嘞？丽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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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你是丽莎，哦，你就看好而已啊。连拐带骗，我是太阳晒昏了头，我才要答应你这种事情。请你住家先电话。谢谢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先电话。张牧场领主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啊，糯米浆被上雄心了，好了。好，哇，你点了，哎呦，老师，太佩服了，太佩服了。现在观众对我多信任，直接皮包就拿给我了，在桌上1.8万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是什么？1.8万？多少钱？1.8万嘛。先给1.8万。怎么打开？怎么打开？这样。啊，1.8万，我们不会欠你的。对。可以。拉链，拉链，拉链，拉链。还有安泰，康康。你有买送到的？哎，你这个。你这个赞助商怎么拿个都没钱的呢？这个就本身就18000了。好，真的吗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这个卖多少钱？这个我们卖8000块。8000，阿哥跳起来。喂，8000啊！你这个是拿来送给观众朋友的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为什么不能跟他买来送给他呢？对，太阴暗了。我拿给他买，我算我给你买的，对。先介绍完啊。好，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就是在地的竹编哦。那我算返乡青年嘛，所以说我们的任务其实就是把一些新的 idea 带回来，是说文创，对，这文创的东西这样，很漂亮，其实很漂亮。带入精品的元素啊，那希望说能够去走到国际的市场。男女都可以用嘛？男生都就等那男女都可以用嘛？这个多少钱啊？8000。8000。8000。来，你把代表放在后面了。嗯，这个东西是要送给网友们的。是，赶快上网上网 FB 哈。竹编的一个皮包，时尚的皮包。感谢多谢，感谢。谢谢代表，谢谢老板。接下来我们要去附近一个又大又神秘的训练基地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？一起去一探究竟吧！欢迎！谢谢你们，谢谢！你们有来到军校的感觉，年轻啊，是，都是年轻人的，好热血哦！这个是。我们现在在竹山这个地方啊，是啊是啊，它是我们的内政部消防署训练中心，对，训练中心，这个是921地震之后才盖的训练中心，这样子，对，可以防止很多灾难的，这个布局相当的广，遍布很广，是非常专业的训练了，是，而且就是亚洲最大的，对，东南亚很多的也是消防人员来这边训练，真的，对，我特别期待我的民间友人啊，民间的有人，军警也有，民间有，是是是，是你是没有，是住在民间嘛，南投民间，不是不是，真的。来来来，欢迎我们主任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方便好。哎，主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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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主任，我是那个瓜哥的民间好友，现在在那个消防署训练中心当主任。我姓李，木子李。李主任，李主任，要不简单介绍这些设施？什么有船的型，还有飞机呀，还有啊这些。因为我们消防人员哈，那个出生入死，打火必须，真的水里来火里去，是，所以很多设施我们在这个。最大的训练中心里面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弄得齐全。对，只要你完整的训练哈，这个妥善的训练就减少伤害。是，不是只有建筑物而已？船舶也会起火，飞机也会起火，对，建筑物也会倒塌。是，而且呢，湖泊里面没有火，但是为什么还要消防队？对，台风天困在沙洲上的，什么救援的，困在荒山上的，对对，那都需要我们大伙弟兄来救。是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消防人员要接受1年完整的训练。一年哇！所以你今天来好好。介绍这个设施跟他们的辛苦，好，但是呢，待会也要跟打火弟兄们来比赛啊，奖励啊，哦，对，你也知道我刚刚钱也都发光了，好了，就放口袋，光哥刚刚真的已经那个把现金都给我，还是光哥我先借，年轻人借一下好了，没有吗？一定有民间友人吧？有有有有，赶快介绍一下，哎，我们来介绍我们当地的那个王理事长，王理事长，理事长好，理事长好啊。理事长今天的大驾光临啊，是是，
这个能够参加这个盛会哦，是很高兴啊，也很荣幸。其实社会很多阶层对打火弟兄都非常照顾，像力王理事长跟打火弟兄都平常有联系吧？我本身也是消防顾问啊，消防顾问，义消的那个，不但出钱还出力啊，哈，非常。那有理事长在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好啊，好啊。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园地设施，我们今天要首先看他们怎么样救那个被困在沙洲的人。对对。所以我们看他怎么救。好，带我们体验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，来看。好，来。这个右手边是专业教官，你好。贵姓大名啊？魏，姓魏，名叫凯峰。你在当消防队？魏凯峰，我大概当7年了。7年了，现在变教官，专业在训练的是。现在是要横渡嘛，哈，要去救人家。是，对，我们可以示范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我们这样，我们要体验一下啦。好。当消防员怎么救我们呢？对啊。我们先要体验怎么样？等一下，你呀太重。你们救灾还分这太重，不是救了吗？不是啊，你想学员在我们当兵的时候最喜欢看到什么？美女啊。对啊，义工队的道具。那你还举什么手？人家这么辛苦受训，我们男生举什么手？哦，他们喜欢看女生，女生呢？我想被救，我想被救。往前啊，你救人，为什么我不用？你都可以救人的，救人。放心，你很安全，不会有危险。什么叫我可以救人？那个郭亚堂啊，郭亚堂，郭亚堂往后面一点，后面。郭亚堂后面一点。啊，脚今天穿哦，这个辣。什么叫做好啊？好啊，有听到吗？什么声音？好啊，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不会了解你，我最了解你们了。啊，你要好好被救。不是，我是被救还是我救人？被救你啊！你是困在沙洲上嘛？我有想救人。两个来跟上起来，加油！这个最近好不好？不好，好不好？现在是哎，他怎么没有装备啊？那个一般民众是不会有装备，对啊，那救助人员会携带一些装备，那喊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对嘛，你要救我，不是嘛？示范的时候，我讲这是最简单的。那如果真的他很害怕的话，其实救助人员可以跟他一起挂接，然后由这边的人救助人员。示范的是他个人可以这样，你能不能示范那个要带的？带的，要不要？就是就那个带一个，他已经受伤到不能动了，不能动。就是例如说啊，我的脚扭到了，我很想把你推下去啊。可以，推下去带的，可以。那个郭小常来，那接下来看两个人一起过来，他有人保护你啊。有人保护的，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，你要相信。带了。哎，哪有这样的？不能这样，我脚也动不了啊。不要。现在情况就是说，我出个题目好了，你们两个站上去嘛，是，你们喊救命，看他救谁就好了嘛。哎，对不对？你的魅力绝对就我现在就救你了。好，试试看啦。但现在执行的就是说，你要先救哪一个，然后呢，两个人那个消防队员是背着他过去，对不对？对，看他选择谁。现在两名伤患，你要代替我吗？两名。我的脚好痛，不是你要代替我，我也动不了。脚好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一次的示范动作是一个带人的方式。对，因为就是刚刚是自己过去。对，如果因为带救者有时候难免他会非常的紧张，心理身心很恐惧，甚至他受伤了脚受伤不能行动。对，而且我怕很怕的是他手乱抓的。哦。
是会受伤，有时候会骨折。所以开到救难员。对，有时候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就是会跟救助人员一起挂接，两个一起回来。好，那教官他的情绪。教官现在救人是教官吗？救人是教官。好，请可以。快点，我心脏受不了了。如果是我腿都要软了。好，来了，来了，快点，教官。我们电视之前不干什么啊？万一有不幸有一天碰到这种情形，万一啊，怎么还要演啊？我跟他讲说，我心脏病，我脚断了。其实你应该自己横渡河流过去。你去买到装备，你就随身自己带着。而且郭亚堂只是说我有点脚软，他就救他哎。我心脏病，我脚断了，他不救我哎。他比较楚楚可怜呐。您太孔武有力了啊！其实我觉得会有碰到这种情况，救难弟兄一定会把你安全救到这个彼岸。安全，千万不要太紧张，因为你一紧张可能会害到救难人员。对对对对，这也是我们做电视这个非常的效果了哈。那这个弟兄们这么辛苦啊，那我们要跟他们对，刚刚有人跟我们叫嚣嘛，那我们就跟他们玩白纸竿头啊。好，就在玩白纸竿头，绑根绳子啊，反正掉下来还有网子嘛。哎，这么危险啊！不会掉，不会掉。白纸竿头，平常不流汗呐、啊，真正都做战术都流血了。是啊，对，所以流汗总比流血好。对，要不然流总比没流好。就像体育人员、那些运动人员，你不平常不训练呢，赛场上就流眼泪啊。是啊，是啊。来，预备，来，第一棒啊，郭宗佑，哎，来，郭宗佑对上了这一位。其实快，只是他手稍微一直卡住。对呀、啊，对，对，没关系，我打我弟兄。第一次尝试就很有胜算了，恭喜你获胜。请下来。我们输第一棒，还有第二棒嘛？第二棒会赢啊？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还有机会来，林辉煌就位。没关系，第二棒林辉煌一定会赢的啊！预备。体育的一哥啊！来，手长脚长的林辉煌哦，对抗我们弟兄。我们输在哪里？其实我们输在脚没有踢呀。啊，脚要踢。他们在踢，你们都没踢。脚要踢。这不正是游泳吗？脚要踢。对，他踢有点加助力，他们都没踢。有吗？教练有关系吗？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啊。踢的时候有时候是平衡的。哦。没有平衡，因为你是前后手抓的。是，能靠球嘛？哎，他们都靠手啊。这一看就是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人。好厉害啊！对，你一定跟教练怎么样？来，怎么样？我跟教练求证，对不对？求证是吗？没错嘛，那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还不难。教练说有一种更难的，是掉下来再翻上去，有没有？掉下来翻上去是什么？你在救灾可能会掉下来，掉下来还要翻上去。人总有失手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失手怎么上去呢？我们在绳子上面爬，那我一定会有所谓的确保绳勾在绳子上。那爬的过程，因为平衡如果没有做好，有可能会对呀，又那如果是台风天风大的，所以你还要自救。对啊，你要想办法再翻。哦，这个我的体力要好啊，程度自救，你要自己重新翻。你可以成为教官，一定是很厉害的，不容易。
可以，我请我们的教官示范。你跟瓜哥有什么两样？你越来越像他，你学习他。你可以示范一个给我们看，难度。现在示范是横渡自救，这是困难的，就是你万一失手怎么自救？好，来，请示范。因为好，开始。再专业的人他也会有失手。那我们在绳上爬的时候，难免会有可能平衡不好的时候掉下来。OK 啊。好，自救。哎呀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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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糟糕了，合理了，怎么办？哇，演的好像，怎么办？好危险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危险！那他盯上去，哇，盯上去。哎呦！哇，我这要翻，这要翻。两手把自己伸直，真的。我们终于知道董哥脚摔不容易了。哎，我其实觉得，我们教育部应该学校学生要上这种课。学生啊，因为你将来可能会碰到呢，如果体育课加这种东西，也不无聊，也可以将来。军训课这个融入到这个。自救啊！对呀，不然一天到靠人家救。是啊是啊。累死了，学会自救，那就是横渡自救啊。好，那谢谢我们的掌声鼓励一下啊。我觉得每个人还是要自我训练啊，不然就是一直。我们都拖累了我们消防弟兄们，是，而且的确要相信专业。是啊，哎，刚刚两位要颁奖了，颁奖。好，两位获胜的弟兄，我们赵子龙，来，那就奖励给他。好，来，先等你。来，等等等等。不够，赶紧。啊，是你要各讲一人各听一千块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这样给没有没有啊？你应该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弟兄们来呢，来，谢谢你。你刚撇头什么意思啊？重新语文了。来，史密达，奖励一下，奖励一下。对，还有人好嘴脸啊。教官，你想啊？教官，你以为？教官，那个刚刚郭亚堂只是来郭亚堂拥抱一下哈。不是啊，我们只满足男生的，你们没有学员女生吗？有很多，你们有女学员，女队员有没有？队员，女队员吗？女学员想拿奖金的吗？女学员，好，有哎，有哎，队员，我们女生可以比赛什么？不是这样吗？爬网子上面跑，爬网子啊，直接快速走过去啊，好吧，小云啊，然后配上史密达啊，好，史密达，手长脚长的，有比赛，好，去比赛，来，两个就会的爬网子，来。不是，他推他自己摔倒了。对呀，一开始是为什么你们俩互推啊？是讲好的。对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开始就是想说，因为他会很厉害，我就问了他的同伴，我说我可以推他吗？然后他说可以。然后他就当真了，然后就你是被推倒的。没有，我推没有他先倒，他先倒的。对，他奇怪怎么那个跑掉？对，他就没推到，他自己先跌倒。对，耍狠招啊。对，但是因为。对他们来讲，是一女孩子，他们没有训练这一个拉牙，拉网。好，接下来有史密达，金元珍，乔丽亚的，怎么一出来就跌倒了？训练多久？真的，来，预备。
史密达脚太长了，史密达重心不稳。哇！哎，终于一个了，一胜一负，一胜一负，哎，来，好，能颁奖了。好，我们先颁他一人一票啊。来，这边一千给你。来，一会儿，一会儿。哦，谢谢。但是等一下，不是理事长，你那个我们这个要给女生福利嘛？哦，对，还是女生福利。哎，女生福利。帅哥，你可以叫个帅哥。你要还有谁啊？想啊，阿翔一个。来，我们要站在一起。帅哥呢？来，我们站。你要选一个，选个帅哥。哎，选我。哎，他们真的看人，真的消防队看人真的不一样。他选 B 哥是因为有小礼物啦。郭宗佑，哎呦，听说你有作品出来了。对，5月25号我的个人的作品终于出来。五月二十五号，我可以唱一段吗？哎，你什么歌？叫求婚，求婚，然后听打歌叫求婚，求婚啊，非常适合六月季节。那没关系，那个女生，来，哪一个？就是你们，你们，你们都来，来，再一个，我跟你分手帅男的女的，他们站在你对面，被打火弟兄这么不没有礼貌，因为他们晒这么黑。对呀，辛苦啊！你好好唱，好啊，好，加油加油！来，求婚求婚求婚！求婚了！我家就嫁给我好吗？等一下，我会将你带进星光，用我下表达我真心，希望家里。用心对你讲出嘴。辛苦了，打我弟兄们啊！感谢你们，感谢主任，谢谢。辛苦了，谢谢理事长，谢谢。特别感谢这群未来的打火英雄及救难天使，相信你们将来一定可以救出无数的生命。接下来我们要赶快带大家去摸摸那个传说中的金鸡啊！哎呦，这个就是人人都要来摸的金鸡。本来就是这一尊。那摸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它好处有很多种。叫下叫下。哎，这里有写啊。啊，我桂林好，你把给。啊，对，你眼睛嘛。什么眼睛？半鸡被你们打给。对，你眼啊。大巴肚。对，后背注意。还有打屁股啊，都有啊。中医也中医术嘞。大鸡嘴，我的抓乌龟啊！啊，这个我也是，我看乌龟。你个看乌龟。大鸡，我的家和万事兴。好，先问大喜哥，好不好？大家会，好你大家会，大卡真康到啦，到，好你再过不到啊！哦，什么大卡真康到哪里？乌啦乌呢？真康，好你传好不好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嫁好翁啦，嫁好翁啊，传好不好？嫁好翁，嫁好翁，嫁两吼，伊大赚钱哦。秀赞，你下来哦！我既然叫来付主意，我想讲让人读到这顺，咱读到这，莫名其妙跑出来哦，是付主意哦。这里你有识识啦，你行出去就知啦吼。咱咧读，伊也出来咧讲，对啦，安尼安尼讲咧足敖咧，对啊，咱是读看板啊，唔是袂晓读。对啊，看板啊。秀赞，经理人，哎，你们没有管制好，不是请他出去了吗？对，他念完了，对啊。你给我照出来，先去。我要上米呀。什么？啊？不注意，你们上米呀？有啊，上我那人事馆啊。你们照顾啊。一直挂人出去呀哈！我那是你挂伊出去的。我挂伊出去，我请伊行出去呀。啊，唔就是挂人出去。上来物件伫倒，上来。哎呦！金鸡耶！哇！亮亮哦，整个金鸡哥都起来。这个是来这边的，来个恰叫乌哦。恰乌嘿。哦，一般可以来这个骑
信哦。啊，个跋杯，跋新杯，贵贵新杯叫。新杯就晒呀。这车登去，让你起鸡了，对啦。有起鸡。我刚刚一接过来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，那是跟我比较有缘。你的马是畜生。不是，他是觉得你恶心啊，才会鸡皮疙瘩。没有。你好恶心啊你。太多欲望。立功家。哇，好棒哦。你是要送给我们观众朋友吗？对。哎，我们送几尊给观众？三只。三只，观众上 FB。新新新米冠冠的节目，那 FB 也抽中三位幸运观众了，会送到你府上去。这个回家好像要摆一杯水，摆一杯米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能擦香。我太太有，不能擦香。对对对，真的。哎，给你贵你家的价值等啊，你家有了？有啊。那太好了，我今年你最旺的。你家都有了嘛？哎对，那你站后面好不好？不是，谢谢老师。不是，我要讲，我要讲的这三只呢是要送给观众朋友，是送给观众朋友的。但是我刚跟主委、副主委也讨论过了。你刚刚有跟他讨论？你在赶他走的时候有讨论？没有了，我跟那个土地公有法会了。希望我们来这边呢，风尘仆仆来这边露营，也跟我们众义大集合提供两只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太好了。两只要送给。两只送给我们的主持群。哇，那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三只送给我们观众朋友的。啊，你家里请一次，所以你出去啊。那你没有了啦。好了，我们没有了啦。我们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你们八个可以抢一只。八个抢一只啊？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有两只。你听清楚，有两只吗？有两只啊。对，你们八个有一只啊。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还有一只呢？还要问吗？啊，这还要问吗？怎么会有八个抢一只？大家一起来弄这两只啦！没有啦，我帮你们申请的，又是大哥，这样这一只就……哎，你这样子弄掉了，你有听过那个不分区代表吗？保证名额啊！不分区吗？你这种话传出去，我听吗？看不鬼啊！我满看不，大家都看不鬼啊！你个看不鬼，公平竞争，掐好差我了，该卖公告没？卖公告。八个人抢两只，这样子才对嘛？那你就不用了。我又算八九个了，九个了。哦，我以为你不用了。还好你提醒我，九个这样，三只送给网友了。啊，接下来我们来抢这两只金鸡。我们来抢，好不好？谢谢胡主席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胡主席。我们现在呢，为了那两只金鸡呢，大家公平。好，不要因为我是大哥，什么又不分区，没有这回事。对，就大家各凭本事。比鸡大小了。十根蜡烛，一脚定江山。你只有一次机会，你扫过去看灭几只，好，最多的就拿走金鸡了。OK， 有两只金鸡吧，对。哎，那这样男女生一起比，女生会不会不公平？女生踢当然踢不难，对，踢不赢。但是两人一组总没话讲啊。男女一组，男女你看我们男生一、二、三、四嘛，四个。还有我。哦，你什么？还有我。五个男生啊，五个男生，每一集都有他，固定班底啊。有的游戏没有他不行啊。哦。哎，可是五个男生，四个女生，一二三四。那怎么分组？我们让女生选啊。我们哦，女生选男生，他愿意跟谁搭配那是。那我没选上就自动淘汰啦。好。哈。好。对哦，四个女生选五个男生。你看，你看他们四个女生嘛，来，你们过去。好，你们过去。对，我们你们选搭档有五个男生，你们选。那五个男生没有选到的，他自动淘汰，就连机会都没了。对。那你看，我们有的男生呢，有你看一二三四五，对啊，那你也不要因为阿翔这么瘦弱、腿没力不选他，啊。是，你现在是在称赞我吗？不，你现在在挺我吗？没有，我要帮你。可你最后面的那一句话，帮你拉票，帮你拉。你要帮我拉票吗？你现在讲这话很过分哦。太过分了。你不需要这个样子。帮你拉票啊！哎，你不要，你们不要以为就仗着。大哥在就一定要选瓜哥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你们自己好好挑。我们男生手握出去，他们挑有挑到的就是一组啦。好好好，他握到我们手就变一组了嘛。来来来，谁先来？谁先来？来，请选我。第一棒谁？燕真，燕真先。燕真，来去来去选。去选去选。燕真，燕真，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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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选就直接选，直接选了就选了。谢谢。选瘦的，不要选瘦的。谢谢。选择最佳选择，对对对，我不会因为这样，我对了大哥的身份不会他，他很清楚了。你是因为他大哥的身份所以选他？不是。你是不是怕说没选他的话，以后没有办法来上这个节目？不是这样。不是。那为什么？那你为什么选他？为什么？不选吗？不行啦，我是可以
必然。人家爱不行吗？你这样子干嘛？对啊，你我只想要知道原因嘛。到旁边。啊，第一组，第一组已经出来了。来，第二组换我选，第二组。来，手伸手伸出来，来，投递来。换谁？换你吗？换我选，换我选。谢欣。选我，选我，选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要选他？我为什么不能选他？干嘛？等一下，你吃醋吗？你吃醋吗？怎么样？我没有吃醋，我是想要知道原因。那你为什么要知道原因？平常你都不闻不问的，你不高兴吗？我只是想要知道为什么选他，是因为他比较会玩游戏吗？这种原因吗？那你先跟我讲是不是吃醋吗？你现在就选了。生命开玩笑，我跟你讲 ，OK， 我前面我都乱算认同。第一个大哥我没有话说，第二个、第三个年轻力壮，好不好？现在剩一个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胜券在握，我会输给你这个矮冬瓜，好不好？你以为年轻的就会选你吗？而且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可不可以再呼我一下？不要吵架，应该跟我讲一些话吧。好，对对对，我跟你讲哈，我年纪比他轻，然后呢，我身高比他高，所以我很有机会呢，可以撂倒七八根蜡烛。哦，那我跟你讲，听我讲一下哈，他现在哈已婚，我呢失婚。失婚要干嘛？是求单身吗？来来来来，来选选选我，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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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你握你握的手干嘛？他进来干嘛啦？没事就握人家手。我突然看他，哎，你这手杀什么妇？什么妇妇乳还是什么形容？你手蛮细的。不管你手细不细啊？人家要晋升，你握人家手干什么？我要问你是什么牌子的，是吧？要你管。你给我过来，你给我过来，你没事。不用干北派，你用防守好，好不好？去红线后面啊！他让我开心了一下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选我啊，选我，选我。来，请请请，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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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选他，我是为了什么？我没有要凶你的意思，我没有要凶你，我只是想要知道你为什么要选他。我要红娘了。我刚内心很挣扎，那因为他是游戏王。对，你要想，哎，你想一下，这样你扫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很灵敏的。游戏王那不是没下。但是因为那个 B 哥有玩三铁，他的脚应该比较有力。哦，对。脚打过那个粗细度，而且第一脚打的球，他比较细。他的小腿就是我的手上。我们现在赶快比赛了，淘汰就淘汰。你跟董哥去红线后面好不好？我为什么跟董哥同一组？来来，第一组，好，一组男生先来，女生。女生先。来，请。等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扫过去是吧？扫过去啊。郭雅堂，两根，才两次而已啊。两根。下面。来。男生，这时候男生很重要。力王狂男，马不逼，三铁好手，你踢踢看啊！哎呦，踢踢看啊！哎呦，可以哦，三根，加起来七根，七根，七根啊！第一组七根，成绩不错。嗯，来第二组就位，好，女生第二组了，十根啊！哎，不，严小云，先来，先来，扫，四根，不错，扫掉四根呢，李飞。扫台扫台啊！林辉王会扫台吗？没有，一根也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没有，一根也没有。你自己选。
一卷呢？九线啊！第二组四根，七根四根，我们机会来了。好，第三组谢欣，七根四根，第三组来一位，放出题啦。第四组了，我们了，来来来，我们跆拳到了，靠，再到这个，好，有没有办法突破七支？来，金元贞，加油，少了，哎，加油，少了，哎，好，一根也没有，一根也没有，你们两个结拜，可以结拜了，所以现在就看你喽，看瓜哥了，看瓜哥了。一下子就被淘汰了，难道是因为没带扇子吗？到底是哪一组会赢得这发财金鸡呢 ？PK 哦，郭雅棠这一组，过来了，厉害，来吧，太远了，来吧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你为啥这么远呢 ？B 哥，你站太远了，来啊，单铁好手，来靠蛮矮啊，靠我们的马国斌。五个来换组，换组换组 ，PK 哦，一位，加油！认真，有，认真有两根啊，真的，两根两根两根，对不对？两根那有机会啦，郭总，你只要突破七或八，七根的话，对啊，九根啊。所以你们获胜的是郭仲佑跟我们，哎，你选得好啊，谢谢。我选郭仲佑对了，可能选到那个。这种时候不可能选阿翔了。点起来，点起来，快点。干嘛？你干嘛？我秀一下啊，让他们知道，郭雅棠知道他选错人了。快点帮我把他点起来，快点。郭雅棠，你有进入到 PK 哦，结果 B 哥只帮你少了五根，看一下啊。被他们吹了，这不要太高哦，来了。一次来。跆拳道，哎，驾，一样，这是跆拳道吗？来，去啦，去啦，江山，哎呦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我一个人就拿到冠军了，冠军是九根，九根，九根呢？九根呢？对，来，接下来，那这样少两根，少两根，驾，轻抬，驾，少抬了，去啦。我选你，为什么不选我？我们的位置都踢错了啦。对，你们都踢太高，太傻了。他的位置是用裤子去打。我才是游戏王。太厉害厉害。好啦，冠军已经决定了，来来，颁奖。不讲那么多，颁奖了嘛。我选你，我就快选你了。也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锁住名次，8点收看我们的综艺大集合。